戏仿和恶搞经典电影几乎成了周星驰电影的标配。在《回魂夜》里随处可见这样的戏仿桥段，电影一开头就山寨了莫文蔚在王家卫经典电影《堕落天使》里的桥段，将那种高逼格文艺调调解构成乡村洗剪吹风，接着又 cosplay 这个杀手不太冷的造型和人设，风衣、墨镜、花和皮箱成为标配。电锯的出现为了高仿电锯惊魂做准备。当然电影也顺带乱入了经典恐怖片闪灵的桥段。我知道他会来，只是没想到来得那么快。但是这一次他是自投罗网，当他把门锯开走出来的时候，应该会踏得快一点，刚好把他压住。他该死，他赢家。各种经典电影桥段的乱入让整个电影呈现一种信手拈来的拼贴感，玩世不恭，莫名其妙，乱七八糟，但又透出一种很先锋很现代的气质，这就真的很写点。